别怕，西城川的资料今天就能传过来。陈川哥哥，你的咖啡。好，谢谢。原来项链在宇宙岛，好久没回宇宙岛了，要不我们明天一起回去看看？ 和他一起回去，穿帮风险好像有点高。不过看他这么怀念的样子，也许……你要是不想回去就算了，我还挺想回去的。等等，回宇宙岛不就等于就地重游、触景生情？气氛一来，项链到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 你们想笑就笑，钱南轩，你这投资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刚在小花店门口，宋耀那小跟班满脸通红，羞答答的跟个新媳妇似的。说，对人干什么了？学长，怎么样了？有新的线索吗？ 郭德军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遇到了个变态。喂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你们相信缘分？我信，我信孽缘。我刚才有一种感觉，就好像被丘比特的箭啪一下击中了。啊！ 小姑娘，放松点啊！别怕。王八蛋，这根本就缝不好嘛！这脖子怎么了？被人扯坏了。 Thank you.